好，大家好啊！终于到周末了，这个玩儿它终于从学校出来了。然后我们今天来吃的是筋头巴脑，这锅底上来并且煮开了，然后往里头加一点菜，我们先加点藕片哈。好，从里面倒一块筋头巴脑放到麻酱里头吃，再来一块小蹄筋。我怕不是第一个用筷子把虾滑打成圆下锅的人吧？在辣锅里头涮的小酥肉。小虾滑呀，小虾滑。然后吃的太急性，忘记录了，全都给吃的干干净净的。现在肚子好撑，准备去溜达一会儿。抽盲盒真的是一个上瘾的活动呀！今天买一个，看看这个能抽到什么，看看能拆到哪一个。抽到了一个这个樱桃蛋糕的，再抽一个爽一爽去，再买两个看看能抽到什么。是个粉色的，哦，是我想要的那个，是我想要的那个。嗯，哇塞，抽到了我这个系列里最想要的这个，蛮可爱的，是不对？还有一个这个也想要，然后来拆最后一个。哦，这是哪个？这是第一个。啊，也挺可爱的。逛街带你们打卡一下沈阳的这些贼丑的牛。中间没啥逛的，回到西塔买这个小鱼饼吃。我买的是巧克力口味的，这个还是刚烤出来的，特别香。到家之后带着他来路过来，今天也是快点，拜拜。